什么时候退役啊？詹姆斯豪言能打到45岁，老詹不急，他老婆先急了。不知道这句话你们熟不熟悉啊？詹姆斯打球只会靠身体，过了30岁就不行了。结果没想到，再过2年就要40岁的詹姆斯，连一丁点我不行了的迹象都没有。不过再怎么厉害，这岁数也在这摆着，退役啊，肯定是个逃不开的话题。在参加节目的时候，主持人问詹姆斯，你说过想和儿子同场竞技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还要打很多年？詹姆斯说，当然，我不光要和布朗尼一起打，我还要和布莱斯一起打。主持人十分惊讶地说，那可能要6-7年以后了，那时候你都45了。老詹回应道，是啊，不过这就是我的使命。比起老詹，詹嫂似乎更着急老詹退役。在接受采访时，詹姆斯就表示，我妻子十分希望我能走到那一步。有一说一，老汉和嫂子的爱情确实值得我们羡慕。在打破记录以后，詹姆斯多次感谢自己的妻子，他更是直言，我美丽的妻子，她才是真正的 MVP， 她才是历史得分王。行啊，老詹这球打得明白，撩妹也是一等一的高手，真是吾辈楷模呀。